是喉糖。哦，不要误会我。我已经吃第六天了。你说喉糖吃第六天了？不是那个水煮餐。已经吃第六天了，然后昨天有感觉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没有哎、欸。啊？没有吗？我觉得要超过一个礼拜。今天就是第七天了。还是你偷偷回家吃炸鸡排？没有，我本来想要打4-0-6-6-6-8-8-8，但是就有里面有卤豆干，可是是水煮的卤豆干。啊，那对对，过水。就是看到他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好好笑。怎么说？因为那一天就是他一直都带水煮的嘛，然后就是但是到晚上就要等剧组的就是放饭，然后便当来，然后他所有的菜他都要过水。嗯。但是那天晚上送来的是那个粥，他的眼睛就一亮，我要粥。因为粥没办法过水了，就有理由说不过水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饭了，我好久没吃饭了。有，而且那个粥其实有配一个油条，然后那个运气一听到说这有配油条，就转头问我说：“你有加油条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说：“嗯。”而且那剧组就说：“好吃饱了，开工哦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玉芬一直都没有吃饱，已经一个礼拜没吃饱。”哇，好可怜哦。对，加油啊！就撑一个月看看有没有效果。我目前我昨天去测体脂，10。非常爽，非常爽，所以现在的那个人鱼线应该是好准备的差不多。因为我现在睡前其实都有练，有做了一下，但是对，可能还要再多训练一下。嗯，因为睡前好像应该不够，因为有点睡前有点太累，然后就做了20下左右，然后再才睡觉这样。男生都还没有秀哎、欸，你们秀完才换我啊！跳到3就是你，这中间去哪里？2.9也是你们哦，2.9，对啊，我就是有在准备啦。嗯，但是一方面也是为了好看，又没有练过嘛，想说练练看。练练看嘛，对啊，我也是没练过，练练看这样子，当做一个兴趣。对啊，闲着就闲着。加码说，有吗？有吗？你让我太对，我觉得他有瘦啊，最近，所以戒食，希望不久，但是有充足的准备时间的那一段时间里面，除了马甲线之外，不然你露个肚脐好了。为什么？开玩笑的。腹肌吗？你要想要练出腹肌吗？我觉得女生的腹肌也不错啊，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就是再晒黑一点，那样很帅。奇怪，我们巧克力感吗？我们可彤为什么？都不在。哎，可彤嘞？因为我们他每次聊到腹肌，对，每次他都不在，他就不见了。对，你还有想要加码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不用，不用，先这样。不然你，我压力太大，就开始又吃炸鸡了。好，那算了，不要逼他好了。对对，让他先这样安逸的过一阵子。对。